算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，古人为了研究命运，从易经开始发展出三一命相图等技术，帮助我们分析命运，逢凶化吉。但时代是会进步的，很多算命师啊硬背古书，死守着过时的理论，有些啊更利用民俗中的凶神恶煞来恐吓大家，靠别人的不幸赚钱。我决定公开算命师不说的真相，揭开所有骗术，传递正确的命理观念。我是张胜书，是全球最大命理网站科技紫微网的创办人。这堂课是我研究命理40年的总整理，我会用科学的角度和大量的案例剖析紫微、风水、相术、姓名学、星座、易经占卜等主流算命术，舍弃迷信的成分，提炼出最精华、最实用的核心内容。在紫微斗数中，我会带你认识14主星和12宫位，让你自己就能精准地分析性格，预测命运趋势，并且说明各种错误的解盘方式，拨开重重迷雾。我也会教你用合参来比对命盘，改善你跟伴侣、同事和亲人的关系，拥有更幸福的人生。除了紫微，课程中也包含了其他的主流算命术。如果你想学算命，想对命理有一次全盘的了解，就一定要上这堂命理必修课。命理绝对不是荒谬的装神弄鬼、花钱改运，而是了解自己的命，掌握自己的运，做好风险管理，拿回人生的主导权。你要接受宿命，还是勇敢地改写命运？我是张胜书，让我成为你的师父。